7月31日，长龙与百度在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举行 AI Park 战略合作发布会，正式对外发布联合开发的长龙 AR 动物园智能小程序，借助百度的创新科技优势，结合长龙丰富的动物资源，打造全球首个 AR 动物园。这是长龙野生动物世界开园20年来的又一次大胆尝试，在智慧园区建设上再有引领业界的重大突破。百度拥有成熟的 AI 技术和庞大的用户基础，长龙也一直致力于用创新科技优化游客的线上线下体验。长龙 AR 动物园智能小程序将作为双方合作的起点，将在未来给游客提供更多意想不到的智能化游园体验。百度与长龙集团是战略层面的合作，双方将通过智能小程序实现 AI 技术在游览动物园过程中的落地化、场景化应用。未来，双方还将基于这个智能小程序推出支付、入园、发布游记攻略等功能，彻底打通用户的线上线下体验，实现轻社交。非凡娱乐广州报道。